麻酱大肠头，先烤了一下，然后再蘸的料，里边卷的是香菜。这个纸巾29块就给我们发9提，每提是250抽，有1000张，性价比好。接下来还有炸弹，有点烫。
很香的。烤肠，这边是牛大肠，这边是猪大肠，猪大肠头。烧烤料，原味的。大肠头嘎嘎辣爽，这个烧烤料它是香而不辣的那种，拍一我们发，给我们发八包下方链接，每包是128克。这是牛肠，里边都有。烧烤，进来一根烧烤肥肠，里面有大葱，这个是牛筋肠。
五斤茶，赞。每一个是180克，29.9给你们发10根，这可以直接吃的。这透明的都是筋。Ooh.